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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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什么玩意儿？给我摸摸搜搜的，咋的了？你是不是跟我混太熟了？没有点男女之别了？是我不够像女的，还是你不够像男的？滚！主播，我说的你别害怕。说，就刚才我眼瞅着，就那么大点的小蜘蛛，顺着头发就荡下来了。我没抓着，钻衣服里了。你可真能放屁呀、啊！不是你要不你感受一下，你身体没有哪个地方不舒服吗？你碰我那脸儿挺不舒服。下回我温柔点，没跟你开玩笑。不是你好好检查检查，可能钻衣服里面去了。我这衣服严丝合缝的，怎么可能钻去？那架不住个头小，就见缝插针呗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你可好好检查一下，钻到井里头可不好找。嗯，这都挡着呢，怎么检查？拉倒吧，一马平川的，啥样没有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拉倒吧。这，哎。